本分局于112年11月23日13时50分许，接获民众报案称，玉里慈济医院前有民众持刀挥舞，恐影响民众安全甚具，处理同仁立即赶赴现场，见叶姓男子一手持长锯，一手持铁锤，在家门口前挥舞叫嚣。他想干嘛了？哎，干什么？放下！放下！同仁立即喝止该名违序行为，为叶名持续叫嚣且朝同仁方向逼近。同仁见情况急迫，立即对空鸣枪一发制止，当场将叶名制服，现场无人受伤。全案依妨碍自由、妨碍公务等罪嫌，移送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。